好冷哦，紧张成为动力。I was thinking about way back when I thought I had figured out, when I thought that I knew what to do and I did. 我们现在要飞奔去我们的 gate。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Montreal and then Halifax。 我头发梳得很乱，辛苦我们了，公司得好好 value 我一下。今天很辛苦，身体好了。他是不是长得很丑？今天真的是 a long day. Yeah. But our car's so big. Welcome to Halifax. 完全看不到前面呢。虽然大家可能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前往酒店的路上。然后我们今天换了一台超级大的车。哦，真的很大。本来预定的是一个 mid-size van。With GPS, 但是呢，他们给了我们一部是没有 GPS 的，所以我们就回去问他说，有没有 GPS 的呀？然后他们就换了一台超级大的 SUV 给我们。Anyway, 今天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天，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年的坏运气都在今天用完了。真的。明天再来跟大家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太累了，不想说。拜拜。Good morning, everyone. 早上。早上。早上。我们今天来的地方叫做 Lunenburg， 它是 Nova Scotia 的一个景点。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我们刚刚在外面拍照，大家看我的成品，哇，伊人很难得有这种帅气的照片。难得。你平常会拍照？哇哦，哇哦，这张，哇哦。哟。啊，这张好一点啊，笑了。恶心。明天就要努力的工作了。很紧张。紧张是一种力气。而紧张的时候就需要把它抓起来，就把这紧张把它放在你的工作里面。Imagining one day I'll be one of them, but patiently waiting till then. This 个需要再多几遍，它才会全部都雕出来。OK。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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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做过什么很地狱的料理？人家说是沙茶炒饭，好不好？你是 花生酱炒饭？沙茶。好像是伊恩觉得说那个拉沙的那个酱里面有花生酱嘛，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拿花生酱来炒饭是不是也会就有一样的效果？结果怎么样？好吃吗？不好吃。大家好，可不可以秀他们一下我们的 hospital playlist setup？ 可以可以，我给你们看。我们现在呢，准备要来吃辛拉面。辛拉面。我现在前面就是把hospital playlist 投放在上面。现在我们要边吃边分享一下我们这次来那个 Nova Scotia 的一个
悲惨经历吗？不是悲惨，就是有很多连环的不幸运的事件。连环不幸。对。哇哦。我们昨天的不幸从早上5点开始。首先，我们本来预计是5点要出门，然后去机场。但是由于我就怎么找都找不到我的行李锁，就我们搞到5:40才出门吧。然后到了机场之后，发现那个 check in 的人很多，又继续排队。因为他这次来是因为一个 business trip 嘛，所以就是机票什么的是公司负责。然后公司那时候给他了一张就是。暂时的 temporary card， 它就是一个号码给他这样子，所以他之前就收到航空公司的信，说要他当天去柜台去，可能换一张卡，或者是用本来那张卡去确认这样子。结果到现场之后，那个 staff 就说他也没有权限去换一张新的卡，就他是打那个客服电话，然后打了又快半个小时40分钟，因为我们的飞机是8:15嘛，然后起飞前一个小时他就会关闭那个。checking 就你就赶不上这辆飞机了，我们一直等到真的是5分前吗？我们6:15开始排队，到7:10的时候才成功的就是打到电话，然后把那个票给刷过了这样子。伊言他最近申请了一张那个信用卡，然后里面就是有很多可能 travel 的优惠啊，是可以进 lounge 啊，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其实已经冲到 lounge， 想说我们至少去喝一杯咖啡再走，就发现 lounge 还要排队，然后我们就算了，我们又冲回去登机门，然后再来呢，还没完，大家。还没完，我们又延迟了40分吧才起飞。等我们到了 Montreal 之后，我们出去的时候你被点了。对，我们在过海关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说，Miss， you have been randomly selected for a COVID test。然后我又多花了半个小时去做一个。随机的一个检查，好不容易做完了那个 test 之后，我们想说我们赶快再去一下 lounge 吧，就一出去发现，lounge 呢？在国际线的那边，然后我们是要飞加拿大的国内线，看得到他，但是我们进不去，我也摸不到他。在那里问 security guard 说可不可以？再来，我们终于抵达 Halifax 的时候，这位先生呢，发现他本来预定的那个加拿大跨国的漫游不 work 了，然后他就花了很久的时间。你花了多久？你自己说。我们认真是那一天，就是整个机场，我们是最后一组。那工作人员还跑来说你们还好吗？然后你就给我 vaccination 就好了，快走。然后他明天就是要上班的社畜，这位朋友紧张成为动力 ，Yeah， 动力成为能力，okay， 能力再回来变成紧张，因为你越有能力，就越发现说哦，这个我不会。你没有能力的时候，不懂你什么会什么不会。So deep。所以紧张变成动力，动力变成能力，能力又需要再紧张。大家写下来了吗？一眼令2021。最后就是一直紧张，但是会越来越厉害。好了，够了，够了。大家好，雷猴。我们刚洗完澡，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来看 Netflix。Netflix， 因为我逼他看的 Hospital Playlist， 现在我们看到第二季的第10集，快要结束了。这是十吗？还是这是十？这是十。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去买了两罐在 Nova Scotia 的酒，这个是那个 Jost， 然后另外一个叫 Gaspara。但是呢，在开始之前，大家要知道，这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什么 Shark。Surfshark， Thank you Surfshark for sponsoring this portion of the video. Good job， 谢谢。大家可能听过我讲过无数次了。Surfshark 呢，它是一个 VPN service。像我这三个礼拜已经跑了第3个国家，很多事情可能像买东西、买机票或者是订旅馆这些东西都要在网络上面完成。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在网络上面可能有很多你看不见的 hacker 都想要就是 hack 你的 email？ 但是这个时候呢 ，Surfshark 就有一个叫 Surfshark Alert 的功能，它可以去 Surfshark Alert， 它可以去侦测到说，哎呀，这边有一个人想要。窃取你的资料，他就讲哦，他就可以帮你侦测到有没有像这样子的坏人，然后呢，赶快通知你，让你可以及早做准备，然后去预防这些事情发生。那第二个呢，就是像我现在人在加拿大嘛，很多像是 Netflix 或是 Disney Plus 这些串流平台，他们都会有地域上面的限制，就表示可能我现在在加拿大，我有一些台湾跟香港的影片可能是看不到的。这个时候，你只要在 Surfshark 上面转换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你就可以轻松看到世界各地你想要看的影音内容。
那最近刚好快要到 Black Friday， 他们就即将有一个 Black Friday Sale， 在这个期间只要使用我的 Promo Code， 你就可以拿到 83% off， 然后外加四个月免费，就本来是三个月，下边四个月，你要不要买一个？我可以给你，你可以用我的 code。所有的 info 我都会放在下面的 info box，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现在就要准备继续看我们的 hospital playlist 了，这我已经看大概第三遍了吧。所以这 83% off 是啊，你的 code 是什么？就 clumsyfl。clumsy。就 clumsy。你看你都没有看我的影片，你都没有看对不对？每次都 83% off 吗？你看他都没有看。clumsyfl 还是 clumsy。11月16号，然后也是我们在 Nova Scotia 的第三天。现在我窗外的阳光非常非常的强，因为这次 Ian 是来工作的嘛，所以他早上6点多7点就已经出门了。然后我的时间就比较有趣了，因为这里的时差跟香港是差刚好12个小时，所以我这一两天一直是处在于一个从晚上10点钟到凌晨2-3点钟是我的有点像工作时段。我本来还很乐观的觉得说，哇，我们的工作很弹性，我到哪里都可以做，后来发现并不是哦，就是它看起来其貌不扬，但是它是一个蛮好吃的 maple syrup and brown sugar， 是吗？柳橙汁，还有我的咖啡。虽然说在酒店里面这个咖啡机做出来的咖啡实在是很难喝。准备出房门，我决定要去附近的一间咖啡店坐下来剪个片啊，就是晃一晃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我今天的帽子跟衣服都不是我的，都是Ian的。你看他的衣服我完全可以穿，这是什么意思？一样是背了我的 Joy Grayson 的包包，还有我的帆布袋。Oh my god， 好冷哦！现在是几度？我的天哊！现在外面只有3度，各位，好冷，我要赶快找到一个室内的地方坐下来。做得很晚才回来，现在几点啊？现在已经8:15了。XOXO， Good morning, everybody。今天又是新的在 Nova Scotia 的一天，然后我想要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几天在这边买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战利品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它是 Roots 的，买了一套像这样子的运动装。我的上衣跟裤子是分开买的，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 oversize 的感觉，所以上衣是medium， 然后裤子的话是 S 号，它其实 S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长了。这一套非常非常的舒服。他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叫做 unisex 的那个系列，但那个的话它是这个布料什么的都真的厚很多，那我觉得买了之后可能我之后在香港穿的机会也比较低，我觉得就没有那个必要啦。再来另外一个呢，大家有看出来这是什么品牌吗？没错，就是 Lululemon。 那 Lululemon 的衣服你们如果有在做瑜伽或是运动的话应该都知道是真的很好穿，是
我不知道他们的 legging 啊，真的一穿上去你就不会想再脱掉的那种。那因为他们是加拿大的品牌，所以我上网就是查过，在这边买的话一定是比我们在亚洲买还要便宜，然后甚至比美国都还要，可能一件都便宜个大概$10+这样子，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蛮划算的。首先是这一条，这是他们的 Align HR Pants，它本来是大概28 inch 的长度，但是我的腿太短了嘛，这个颜色又只有28 inch 的，所以我就现场请他们就是帮我改，然后是免费的，所以我就拥有了这一条 perfect length perfect color 的 leggings。再来下一个呢是两件 sports bra， 这一件叫做 like a cloud bra， 我觉得它真的太舒服了，那你穿上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不会觉得你在穿一个 bra。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它的名字叫做 Energy Bra Long Line， 我很喜欢是下面这边它有一个蛮宽的一个带子，所以穿的时候它不会好像勒在这边有一条线，会很舒服的就是贴平在那边。还有一件是这个，这一件呢是超过两个店员就是看到我拿，他就跟我讲说，哦，我也很喜欢这一件。你们有没有经验，就是运动的时候可能穿一件比较长的 tank top， 然后你可能做一个downward dog的时候，你的衣服就会这样滑滑滑滑到你的背上。这件呢它是做比较短版，所以它刚好会坐落在你的腰的这个部位，然后它的材质是蛮会贴合在你的皮肤上面，衣服不会乱跑，那我觉得这一点 amazing 啊。刚刚那个 Roots 还少讲了一个，我还买了一个 Beanie。昨天我真的是在外面冷到一个爆炸。首先是一个这样子的 cardigan， 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就纯粹我觉得它摸起来很舒服，然后它的颜色很可爱，然后试穿完就觉得就是我可能跟它有点缘分，所以我就买了。再来第二个是一个超可爱的围巾，大家你知道它可爱在哪里吗？是一个外星人把绵羊给带走的画面，是不是很可爱？然后虽然我本来打算要等那个 room service 完之后我再给你们看那个 room tour， 因为我现在真的是被我搞到有一点混乱，但我不知道他们何年何月才会来收拾，所以我就很快先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门进来之后，左边有一个衣柜，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琉璃台，往下看呢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酒柜，但是被我们来装一些不是酒的东西。转过来这里就是一个小小的工作区域，然后这个电视很酷，它是可以这样子翻翻翻，然后就可以从对面那边看电影的，赞！我每天早上在这边工作，看出去的景就是这样子。再来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客厅区域，那边有一个浴缸，然后这边打开就是一个厕所，最后再走进来就是睡房，然后这个床真的 amazing 的舒服。Oh my god! Hello everybody. Hello.今天 Ian 就是结束工作比较早，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太阳，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我们打算去另外一个景点叫做 Peggy's Cove 的 Lighthouse。 我今天早上出去买了咖啡回来，然后我们刚刚两个人分别去不同的地方做 PCR 之后，他回来然后就带了我今天早上去的那家 cafe 买的那同一杯饮料回来。哇哦我们好有默契哦。我们还有，这是默契还是不是默契？好，现在到了 Peggy's Cove， 然后这个叫 Lighthouse 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冷。Sudden highway drowning hazard. Keep off from black rocks. Ian， 听到了吗？什么 ？Keep off from black rocks.Yeah, 大家听到了吗？听到 Keep off from black rock 哦。哦，这里看山色好像不错哦。他们43岁才亲亲哎。今天是
我们要回加州的日子，我们准备把我们第一二天带来的食物给清光。Do you think yours okay? Yeah, 我还 OK。会不会坏掉？应该还没吧。太紧张了。为什么？因为你的 COVID test 开飞前两个小时才来。Oh my god！ 我紧张的要命。他紧张，我心里也紧张。但我想要把，我要把它 condense 到像五页左右，所以没有时间的人可以很快的了解。嗯、那有时间的人就可以去看那个六十页。Hello， 现在我们回到家了，然后Ian的室友刚好都回家过那个 Thanksgiving， 然后就留了一些食材，想说胡搞瞎搞应该也是可以弄出一餐吧。哦，结果不是我大展身手，是Ian要大展身手，是不是？你要煮饭给我吃吗？还是我要煮？我们不用切，是不是？需要切吗？这好像是 gluttonous rice， 是我但是我觉得怎么会这么黏？糯米的下一集就是。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